今日真啊感谢咱这个中华吼美学馆吼来阮这个庄卡吼来办理这个烟火虫电影院的放映吼这个活动吼办了呢，就是讲真正成功互我遮呢大家有电影好看。伫庄卡来讲吓，等于无电影院吼。要看电影真困难，走去都市，做事人诶，当然是无法度去到都市看电影，所以咱诶即个城乡诶文化差距吼，愈来愈远啦，得到这机会哦，互我遮感受着电影文化生做甚物款，真正感恩。咱即个社区呢，是由新店甲炮兰这两个部落诶合成做一个。叫做中和社区，中和社区呢，阮遮个即个李干事啊，大家呢拢足协调，甲政府时常拢配合伫咧即营造是讲伫办活动，阮就说真正协伫办，阮即个社区是活的即个社区啦吼，不时拢伫动阮这个社区呢，吼，来讲，阮有三项上较出名的物件，吼，第一项呢，就讲阮的米，吼，阮的水饺呢，吼，算全省上出名，就叫做水饺米。这个米呢，日本时代咱特方叫做御用米、御用米，吼，阮所生产的这米呢，要出名到日本，或者日本天皇在吃米。好、过来呢，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上界出名就讲，这个飞行机美国的飞行机呢，叫日本炮了，搞了连完整，所以全世界嘛知影讲，阮这个炮乌啦，这个庄头的这个名，过来呢，这个所在种鸡啊，来做出发点吼，阮的鸡啊呢是拢伫第一期做的水稻到第二。伊落水伫即中间啦，才落去栽培，所生产出来即个鸡啊吼，才迄个来送咧市场卖。迄阵当初的时阵，全乡啦吼，大家小学拢是鸡啊，规路咧拢踢猪，大细客运是要阮即只路过咧，食几啊点钟才食会过。咱即回即个活动咧办了，就讲非常成功，大家咧拢。耍啊，真欢喜哦！爆米花好食，电影好看哦！抽奖好抽有电影蛋糕好抽吼、大家呢感觉讲这个活动呢较骨力来办嘞吼、大家拢真欢迎啦吼、大家就是讲这电影放映了呢，会种真正赞哦，足成功诶！